南沙太平岛位于台湾以南1600公里处，这片隐秘而美丽的国境之南，如同海上的明珠，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里是遥不可及的地方。然而，参与南沙研习营的师生们，却有幸能亲临这片神秘的土地，深入了解其独特的人文风情、壮丽的自然景观。以及中华民国经略南海的各项建设。今年国防部举办的全民国防南沙研习营活动已圆满落幕，参与研习的师生，他们共同体验为期9天8夜的海军舰艇生活，深刻感受到我国在南海的坚定决心与使命。对我们学生来讲，我觉得实地的体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在对太平岛，大家都只是在书本上面或者在视听媒体上面能够了解，那同时大家对南沙其实是真实的状况也不是很清楚，而且不是很了解。那在这里面还有所谓的为什么不改变现状的一个意义，那还有我们在整个台湾政府在太平岛的经营上面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想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要让学生能够理解。那当我们都知道现在南海这个区域它本身就是这个兵家的必争之地，那里面呢包含了中共、越南跟菲律宾，那都在这边都有一些的这个战略的部署。那我们就借由它的这个环境呢，带到这个现地去，百闻不如一见，让他们来真实的体验一下在这一块区域里面真正的这个战略的情势。在苍茫的大海中，舰艇成为了师生们临时的家。这里海军官兵们悉心照料师生们的生活起居，更安排了丰富多元的航海课程，包括舰艇参观、信号识别、损害管制等。这些课程使得研习活动更加充实且有意义，让师生们对海军的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的课程规划除了让他们了解到我们海军在海上执勤这些基本的执勤的任务要做什么，然后认识船上的装备之外，我们也特别安排了让他们去体验救火以及堵漏的课程。那这两个课程比较特殊的是，因为其实救火堵漏是我们全舰官兵每个人都要必备的基本技能因为其实我们舰艇在海上航行，当船舰发生的状况，能救我们自己同仁性命的都是我们身边看到这些弟兄姐妹。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天晚上我们有在那个甲板上面有做那个灯号的连接，因为那个灯号好像是跟摩斯密码其实是有点像的，然后我们有跟另外一艘舰艇然后没有做这样的互动。我觉得那个是我可能在陆地上的生活很难想象，原来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联系，所以很特别。当舰艇抵达太平岛，师生们踏上这片遥远的国土，开始了一系列活动。在海巡署南沙指挥部官兵的带领下，他们进行了环保植树、观音堂祈福、邮寄明信片、海岸净滩、铁马环岛巡礼等行程。此外，师生们还参访了岛上的重要设施，包括畜牧场、南沙医院、太平岛灯塔及5号淡水井，亲身体会官兵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耕耘与奉献。其实那时候刚从军舰上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太平岛的岛，其实我心里是很感动，是因为原来我们中华民国可以在南海这边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一个岛。南海现在非常诡谲多变，各个国家都想要在这边有一席之地，所以我觉得真的还是很敬佩，不管是我们的海军，
海巡署还是我们陆军空军，我真的都觉得打从心里的感佩他们，是因为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的青春，用他们自己的性命去守护我们的国家，去保卫我们的领土。值得一提的是，岛屿中央有一条战备跑道，是为了提升岛屿应变能力而造。在民国1996年，由时任53工兵群工三营营长的中原大学刘教官，带着营上兄弟，经历半年时间，一点一滴建造起来，成为岛上运输与联系的重要管道。真的很开心能够参加国防部办的113年南沙沿行营的活动，能够再次踏上南沙太平岛，那也再次看到这个机场。经过这么多年，更验证了这个跑道在当时是一个高品质的跑道。那也看到纪念碑上面，每一位弟兄的名字，脑海中就闪过了当时整个工程全程的一些点点滴滴。我觉得这个上了太平岛感觉完全不一样，你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在那地方真的建设了很多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不是很简单就完成了，是很多国军努力，然后不管是陆军、海军、空军的配合，才有办法盖出那样子。哎，盖一个建筑物没那么容易耶，盖一个机场跑道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耶，可是都在太平岛，就是一个小岛，远远的小岛完成了，很暖心，真的觉得哦，好感动。南沙沿袭营不仅是一次难得的体验，更是一项深具意义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这项活动不仅提升全民的关注、支持与参与，也彰显中华民国捍卫南海疆土、维护区域和平的决心。透过本集专题报道，见证我国在南海的努力与贡献，也希望国人能持续支持国防教育，坚定卫国信念。